準備，我媽先做，開就寫翻個顏色，寫翻顏色，寫翻顏色，寫翻顏色。而家去到第二節啊，分數係15-4啊，白色咧打得好亂啊，失誤場都入波啊！又失誤啊！俾22號偷波啊！好多走步啊！兩邊都球線好嚴啊！哇！呢球都係靠勤力啊，如果唔係又失誤啊！各位，啊，你個零都唔緊要，佢個零先要死啲嘅，死啲你媽要撳多下咯。呢球球正其實都係個位唔靚啊，成一隻線咧應該企兩邊嘅，變咗呢球其實係靚嘅偷波啊！拿手好戲啊！呢個殺手鐧，呢個殺手鐧啊！呢個21號啊？呢個13號嘅打進氣啊！2蚊入啊！吹飯鬼啊！網球正好犀利。停飛都俾唔到我，黐線！你話25萬啊？還未開出嚟，咁樣開飛啫嚇。打爆啦！打爆啦！22號啊！呢個飛入威唔入啊？都22攞翻籃板啦！廿四秒！14啊！不斷啊，進攻籃板屈機啊，其實好靚啊，七號，不過可惜啊，17已經3、4次嘅進攻籃板啦，25翻去，睇下先，唔好扯咁緊張。3號啊，捉到呢個13號回防嘅犯規啊！一個探望，探望，暫停。暫停！球線係3號啊，球星啊，9啊，喂，都唔得定嘅一球啫，係啊，好難啊，入啊，第一球入啊，快啊，俾我哋啲人一樣，完全個人冇到啊，入球都唔理啊，俾到幾多點算？入啊，好，兩球入曬啊，7-15啊！黑色，8-15啊！偷波啊！呢啲俾你哋，個波拉太明顯啦，其實。又係俾人哋丟咗個波啊！
知啊，十四點保障。第幾環？第二環一棟。有啦。下一棟就一環，包家。包家，包家。八包新五碼，哇！依八包啊，啲場都好多新五碼。落波。直情係呢個最差表現球員獎啊！即係同佢嘅身價唔值啊，值呢個比例啊！即係呢個幾百萬年薪咁樣啊，打成咁嘅一皮嘢。22啊，20籃板。輸俾隊友嘛。搞翻13籃板，巴西隊長啊！阿文啊，俾翻又俾人飆，爭啲俾人飆啊！唉，好彩啊呢球啊！啲傳波係差啊，啲隊友呢球啱啊，不過隊友炒粉，因為22號犯規。爭啲跌，輸到過嚟啊！搞掂啊呢、這個25號啊，好瀟灑，一個小跳步搞掂，10-15啊！3分13號，不過而家嘅分數而家都要14.5分嘅。又係呢個殺手鐧啊！呢個招牌小菜啊！13號碼進氣啊！呢、這個同一招贏咗2-3次啊！好好嘅對抗性啊！呢、這個中鋒有少少俾人犯規都25號犯規啊，應該25，2-2。4-3，加上偏跑4次。哇，好厲害啊！單手啊，呢、這個13號，即係 NBA 有呢個下拋式，佢就單手式啊！下一球25籃板，加分，13籃板，習慣一死分贏乜加分。呢球都係電光火石之間啊，都唔知邊個掟到啦，鏡頭都捕捉唔到啊，好難判斷啊，因為球頂都太遠啦。據聞應該係白色掟出㗎。3個籃板，要掟攞實咗先可以掃翻佢落嚟。8秒。哇！啲醫院波又係，叫個高佬啊，拉唔死個高佬。阿文啊，擔住個防守球員啊，20加上去，18-12啊！3分唔入啊，都要收籃板啊，犯規啊！嗱，要出呢個手勢，因為你頭先話4次啊嘛，24秒啊，應該冇乜時間。18-12啊！送阿7號想罰球線啊！慢慢慢慢射，慢慢射，唔該。麥志康啊，想罰球線會唔會單手咧？
八秒，咁進去，六秒，五秒，18-12，領先嘅係黑色。